作为 LPGA 亚洲系列赛的压轴赛蓝湾大师赛，本周即将在海南建湖蓝湾高尔夫球会举办。赛事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，女子美巡和女子中巡联合认证，总奖金达到了210万美元。比赛共有81位球手参加，并且不设晋级线，而赛事阵容也堪称豪华，其中包括朴成炫、安娜诺德奎斯特、阿瑞雅、冯珊珊、金银景等5位世界前十的女子球手，还有大满贯赛美国女子 PGA 锦标赛的冠军丹尼尔江等。中国选手中，除了刚刚在日本精英赛上获得了个人第8冠的冯珊珊之外，闫晶也将在这里展开对冠军的争夺。